5月7日47岁的闫妮和20岁的女儿同框现身北京机场，照片中的闫妮身穿白 T， 下身搭配直筒裤，梳着麻花马尾辫，四头脂肪腹肌，看起来比身旁20岁的女儿还要嫩。这么美的闫妮跟女儿在一起，哪像母女啊，像姐妹呀。闫妮看起来也太年轻了吧，如今的闫妮已经47岁了，而女儿才刚刚20岁，完全看不出年龄差。闫妮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，而且在娱乐圈的地位很高，很多年轻的演员见到她都要喊一声老师，她的逆生长也让她美得不要不要的。在某个节目上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要是能变年轻一点，打打美容针也不是不可以。另外他还透露整过容，所以看到他如此大的变化，在47岁的年纪活成了榜样。又比如衣品直线上升，气场超足，从不爱打扮变成了走路都带风，现在的闫妮女人味十足，并且更加年轻貌美，让人们都不敢认她了。我们不得不服气闫妮的勇气，到了40多岁还敢做出这么大的改变。祝福她越来越美，你喜欢闫妮吗？